西天取经是莫大的功业，在成就功业以前，必先遭到莫大的苦难。修行之路是不容走捷径，不容靠投机的，必须一步一脚印，踏踏实实地面对所有困难。我相信佛祖让我们走的每一步路都不是白走的。各路神仙给我听着，我是齐天大圣，把路给我让开，让我师父一路好走。这是千百年来故土文化的传承，这是国人心中深深不变的烙印，这是一个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。孙悟空，大家跟我一同出动，摆开阵势，让他们看看我们军威浩荡，吓破他们的胆。别念了，师父别念了。从哪来的回哪去。师父，弟子大闹天宫，被佛祖压在五行山下，是师父救弟子脱离苦难，我要保你去西天取经了。大师兄，趁你还没有造成更大的杀孽以前，赶快回头吧。我来了。妖怪，我要看看是你们救得快，还是我养得快。